弟弟国小有 90% 以上都是布农族的学生，学校一直致力于传承原住民的文化，特别举办除草机的体验活动，学校师生们都一起热烈的参加。我们今天做这个仪式，就是叫做除草机。除草机的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个小米能够长得很茂盛，能够它的果子能够很好啊，你要是有杂草的话会影响它的成长的过程。今天活动的目的是要把那个杂草除掉，因为这样那个杂草才不会拿走那个什么小米的养分，然后才会让小米长得更茁壮。今天的活动那个很好玩，然后希望那个小米长大，希望那个鸟不要来吃我们的米。这些敲敲打打的节奏是布农族传统的赶鸟器，除了能够用来驱赶小鸟，也有代表祈福的意思，祈求大地能够保佑小米丰收，让族人能够顿顿安保。把这些打开下，就马落开，马蒙古马开，我讲，哎，马个下马落地个，吉阿库达库达个，阿萨图，哎，比下轮米那个拜那，马西哈。Ma mini mong kumaka pala sabuna na madadaing alasa madadok pusalasa。其实他的扮演的画面就是说，他要好像也是祝福我们的农作物，比较好像说，长得好，要是说，长不好的话，会影响我们的收成这样子，所以他。祭司是他是具有一种指标性的人物。希望县府原民局能够辅导原乡学校推动原住民的传统祭典活动，让学童们更加了解自身的文化内涵。民新闻洪家燕信义采访报道。